山上优雅拍片的时候，我脑袋一片空白。他还问我裤子里面是什么，我跟他说这个叫做明智之举。我最近出了新专辑，有一首歌呢叫做 You Know Who Is My Father， 我想送给严宽恒当竞选歌曲。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会写到哪些事情？被警察抓的那种、通常就这些了。你知道你很难写的原因是因为其他人是他们的那个维基页面就很短，然后就很难写、你不一样的，你是你的维基里面有另外一个页面，然后大概20页黄明志相关争议，看了大概2个下午吧，然后好不容易哦，好好啦，勉强挑。所以今天整个秀是我的。对啊，一个小时，可以吗？好像看电影。对啊，你拍的电影又不能上映吗？只有自己在那边演了。史上尺度最大狗屎写手，预备 ，Go！ 我是在台湾生活的马来西亚华人，你们知道这什么意思吗？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？我在两个国家都被差别对待。我在两个国家都被差别对待。有人说我的国家不要我，有人说我的国家不要我，也有人说要我的不是国家，也有人说要我的不是国家。曾经有个小孩在我面前溺死，我没有捞起他的尸体，我没有捞起他的尸体，我对着他唱飘向北方，我对着他唱飘向北方。我之前跟韩国瑜拍一支 MV 叫出去走走，我之前跟韩国瑜拍过一支 MV 叫做出去走走，结果韩国瑜真的从高雄市政府出去走走了，结果韩国瑜真的从高雄市政府出去走走了。这首歌今年还刚得了走中奖最佳 MV 奖，我还以为会得最佳导演，我还以为会得最佳导演，毕竟有两个我跟韩导，毕竟有两个我跟韩导。跟山上优雅拍片的时候，我脑袋一片空白。跟山上优雅拍片的时候，我脑袋一片空白。可能是因为血液都在别的地方，可能是因为血液都在别的地方。他问我裤子里面是什么，他还问我裤子里面是什么，我说这叫做明智之举，我跟他说这个叫做明智之举。我最近出了新专辑，有一首歌叫 You Know Who Is My Father， 有一首歌呢叫做 You Know Who Is My Father， 我想送给严宽恒当竞选曲，我想送给严宽恒当竞选歌曲。期待我讲玻璃心的笑话，你们是不是都在期待我讲玻璃心的笑话？有吗？还是我就不讲？有吗？还是我就不讲了 ？OK， 玻璃心的笑话。OK， 玻璃心的笑话。那个龙龙啊，那个龙龙啊，很多中国网友听完玻璃心就崩溃了。但也有不生气的，我叫他们强化玻璃。我就叫他们强化玻璃。